我恁洗车服务真好，啊，这车介贵呀？像这款的，阮这只洗300。哦，你想安尼？我真甲恁只洗都好啊，洗洗的服务都好，都真真。感谢，我以后也客人来只洗。好啊，我们大觉同心会呢，创立至今呢，已经有9周年了。哦，那最主要的因缘呢，是秉持着海涛法师的一个宗教教育理念的教化，以及我们啊许正雄啊许会长啊，他以他亲身走过来的经验，告诉世人啊，歹路唔通行，唔通最歹啊，因为在这个世间啊，最苦难的就是这些监狱的受刑人。那么我们的许会长，他能够秉持着一个慈悲教化的心，以亲身的悔悟的经验，告诉所有的受刑人，千万不要犯错，千万不要造罪，因为佛家的因果律哈是铁的事实。那在很好的因缘，就是能够得逢我们的海涛法师啊，这么好的一位心灵导师啊，他所弘扬的一个宗教教育的理念呢。啊，在这9年来，感化了1000000人，啊，包括他们的家属啊，10000000人啊，对我们佛法教育理念的一个护持，啊，所以，啊，我特别在这边呼吁啊，十方的善信大众啊，能够来护持我们大觉同心会，因为这一群受刑人啊，也许是他们的恶业感召啊，所以他们刚出来，在这个社会上啊，受到很大的排挤。啊，几乎他们是没有地方可以去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大觉同心会的会长，啊慈悲创设了大觉啊汽车美容工作室。